日本女乒奖台杯了四分之一决赛，中国女团对阵日本女团。8月27日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小组赛全部结束，随后进行了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抽签，中国女团将对阵日本女团。对于日本女团来说，这也意味着基本告别了四强 ABCD 的四个小组第一，分别是中国队、朝鲜队、韩国队、中国香港队。四个小组第二分别是印度队、日本队、中国台北队、新加坡队。日本队在与朝鲜队的对决中苦战五盘，2-3不敌朝鲜队，最终成为了小组第二，也让自己处于被动地位。中国队四分之一决赛将迎战日本队，半决赛的对手将在韩国队与新加坡队之间产生。日本队本次派出了并非最强阵容，以年轻选手为主，分别是加藤美优、冈本由惟、前田美优、安藤美奈美。北京时间27号19点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四场比赛也是将同时开打， CCTV5 手机客户端或者央视网站的亚运直播都将直播这场比赛。